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那么今天要来玩的是《最后的克劳迪亚》。那《最后的克劳迪亚》呢，它复刻了一个旧的活动，然后还新增了两个新的角色啦。那就是我们之前的 Dr. Stone 啦。那之前三个角色我就不用多说了。然后这一次呢，它出了换跟另外一个叫什么歪着，我忘了。那主要我是要抽换啦，然后还有新的 LR。看这次有没有机会可以中新的 LR 啦，我之前呢都没有中 LR 跟 UR 的经验啦，希望这一次能够有啦。那第一个石抽，拜托，一个，两个，啊两个而已，哦有了，有红色，哇第一颗停，哦停了，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啦？这个不是旧的吗？这个我没有哎，哭啊！还不是 LR， 可恶啊！好啦，第二个石抽，拜托，就像之前这样，给我换也是可以啦。我不太奢求这个 LR 了，但是必须中其中一个啊，拜托。第二十抽有没有一个啊？一个而已。哦，有红，拜托，停一下，拜托，就一颗，停，啊！哇，结果好难哦。虽然有中红，但是歪的几率跟以前一样高。第三十抽。拜托给个机会啊。有没有？哦有金啊，可是只有主角拜托有没有？哦有耶，他没有那个画面他直接转，还好有一颗，拜托停一下，哦停了，哦有超，哇是 LR， 哇这是我的这个游戏里面的第一个 LR 哎，哦，哎，这个比中换还要开心哎！我的第一个 LR， 我从来没有中过 UR 跟 LR， 就算我之前玩日版也没有中过 UR 跟 LR。说真的，呵呵，这是我第一个 LR， 很开心。第四抽啊，这个这一抽算了啦，我是抽到 LR 我就很开心了。呵呵，可是如果来换的话就更完美了啦，拜托，有没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？拜托，那、三个画面都没有，连红都没有。不过我满意了啦，至少有一个 LR。哦，对了，我直接去换那个券吧，有一个必中的券啦。然后有的选可以抽换，或者是另外一个那个角色，那角色什么我一直忘记了，等我一下。好啦，我回来啦，那马上就换啦。然后他有一个是可以抽换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抽阿明的啦，我想起来他叫阿明啦。然后还有三个旧的角色，那这个必中券呢是有机会中前面三个角色跟你选的那个角色啦，我选的是换啦。然后基本上换的几率会比较高啦，我之前抽日版三个账号，那时候我很疯啦，我就抽三个账号都中换了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换的几率会比较高，看这次能不能中换啦。而且这次换它的那个强度我觉得还蛮强的，那时候我看好像是10分还是 9.5 分啦，所以我很想要，拜托。哦呦，有，其实我没有什么惊讶，是因为我之前那个日版三个账号都抽到它了，呵呵，所以我现在没有什么感觉。好啦，感谢你们收看到最后，记得点赞、订阅跟分享哦。那么下一部影片再见咯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是 B 站的话，点个3连关注我吧。感谢你们，拜拜。